大家好，又是我了，许富莹。今天我们又讲 TFBOYS。在2005年，28号，4月28号，2015年，对不起，我说2005年，2015年，TFBOYS 在那里说，在说，希望我的他们的粉丝们支持他们，所以我会 TFBOYS， 我永远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太棒了。希望你们可以写多点歌给我们粉丝听，因为无论什么我都会支持你。因为你们太帅了，还有等一下，就我要说什么了，对不起，王俊凯哥哥，王俊凯不是王俊凯哥哥，你跟我同岁，王俊凯，我和你差不多一样吧，我的脾气很不好，我的脾气很不好，好像差不多像你吧，有一点凶，有一点不凶，50/50吧，一点凶一点不凶吧。还有你的牙齿飘出来，没有人的牙齿可能是这样嘛，可能我的吧，你看我的有很难看的飘出来的，所以不过我妈妈想我的牙齿直，所以我哭牙了，可能要拔掉，这里很痛的，我不希望不要拔掉，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很痛的，我不想拔掉，所以这样我觉得我们好一样，我知道为什么你的牙齿好像我的一样。我以为没有天煞的人不会有这么丑的牙齿，不过你的牙齿跟我一样的，还有的脾气都一样的，所以希望你们 TFBOYS 继续写歌给我们听，还有希望你们快乐，为我们快乐，还有幸福，还有不要这么勉强自己写歌曲，有时候呢，你要多点去玩，你们去玩了，不过要多一点点，因为有一点点，因为如果你们去玩呢，就会有一点感情，你就会有一点自想写出来，好像你感情，还有感情可以变成音乐，所以慢慢来，不要这么急，我们都会永远支持你，所以不要这么急，是啊，你不要这么勉强自己，因为很不好的，勉强自己不好的，我已经一般不勉强吧，因为我已经想我你大家都知道我想。我说过了，我想当明星，想像你们这么出色，不过我可能我读书是最好的，所以5月3号我会整都录下一个片给你们看，因为我得一个奖，我要去一个旅馆。呀，我得奖了，所以我可以去旅馆，我跟我朋友可能去，如果我朋友不去，我自己跟我妈妈爸爸一起，还有我舅舅一起去吧，所以我会录下来一切，还有我如果我要上台呢，我就上啊，我好害怕，我就害怕上台的，所以还有28他等等等下
还有五天，五天，嗯，所以五天，所以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不是星期天啊，星期一啊，星期天，可能吧。对不起，我星期，因为我录完的星期一还有星期天我都放不出来，对不起，因为我太久没有学习过那中国了，我全部都是英文，英文全部都是会英文的，所以我的全部头脑都是我讲很多美国话，所以我在家只有在家里还有学校跟我三个朋友吧，那我朋友的弟弟还有我朋友弟弟还有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讲中国话的，所以我们三个就我们三个中国人在那个学校，不过那个学校很差，我妈妈想到我八年级先搬去一个好高一点的 district， 好像高一点的学习给我，因为你要到点学习给我，因为我妈妈说你要聪明，没有你要读书，你不读书的话你不会有好工作的，不过已经